赶紧走。说完这个时候，完全已经被打虚了，500多块钱，100多点的木头，这时候还有什么看头吗？这个时候就是蜘蛛是游地洞嘛，地洞游关地洞，点苦工，点完苦工就点商店，点完商店就欧了嘛。中间是在买活，等着自己的钱买活这个建设，看一下他这个有多少钱。这买好了，刚刚说完就买活了。这健身买活的话，其实到问题还是真的还问题不大。那有个苦工是在外面，所以苦工选择拉出去进行一个，看来是要选择开自己的风矿了。而这个时候的健身跟夏洛方特呢，也没准备回家了，看来是选择要去往那个半路上拦截。而另外一边拉了一个苦工去探路，哎，这边我们看到这次一个蜘蛛，哎，这个蜘蛛就完蛋了，这肯定是完了。你看这种要素就多么实在啊，满血又开始上血，对吧？100%能把这个蜘蛛给 A 死，好，半路是拦截掉一个。另外一边的话，我们看到这边的苦工是大逃亡，冲到这边亡灵的家里面，亡灵家里面只有一个，这还是一个，这个还是加重没碰住，完了，这完了。这时候杀的你真的是呱呱叫了，没有冰塔减速，这个兽人的部队就随意的 A， 各种做输出，一跟着打，对剑圣的输出其实不是这么的明显，虽然他剑圣很脆，但他 DPS 很足够，点掉这边的一个清醒，旁边还有夏洛方特能够给这边医疗波做支援，剑圣又是砍死一个蜘蛛，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亡灵家里面真的是很脆弱，真的是很脆弱。A 掉这边的一个通灵塔，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就两个英雄直接是把亡灵家里面打的是鸡犬不宁，这场比赛真的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真的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反过来说，兽人这边是一个两个建筑，他现在有钱吗？现在兽人这边是200块钱，202块钱，40点木头，亡灵这边的话是还有很多塔，所以说那兽人这边的建筑你得当心点了，这马上就没建筑了，这还有一个建筑，两个就还有一个建筑，兽人这也必须得造一个建筑，但是这个模仿这是放了一个商店。这场比赛，这我连 A 呀，这最后一个了，这什么情况？这走了，同学，想回家救，看出来了，还是想回家救，但是你这支部队说实话没有塔的辅助，不打不过这两个英雄，真的，我不是跟你吹牛，真打不过。放了一个商店，这个时候局面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不可琢磨。亡灵这边现在是100多块钱，也没有木头了，也没有这个钱放矿盖子。这好了，完了，现在亡灵这边可以考虑卖掉一些建筑，然后的话在这个地方放一个矿盖子采钱。部队是相遇了一个兵甲，一个妖术上去开始砍，很快你看这剑力气就只有半血了。夏洛方特身上还有一个蓝瓶，又是一把妖术，好了，这完蛋了。夏洛方特，哎呦，这边漂亮，围住了这边夏洛方特，但是哎，剑圣不要慢，来一刀，可以的，你相信我，可以的，一刀拿下。这边点了个蓝瓶，一刀波接上去，剑圣过来赶紧帮忙啊，剑圣，这妖术妖开来，打开个缺口，开个缺口，这走了，走着，赶紧走啊，同学，别你别走错方向，哎，同学，交换个血瓶，捡了血瓶，你居然死了，这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一场比赛，剑圣这边升到了5级，蜘蛛们赶紧的撤。商店已经好了，各种的搞笑，各种的有意思，赶紧我们这个蜘蛛就牺牲了，另外的蜘蛛就离开了这边的现场，终于是把这个东西给 A 掉，现在只有一个商店，已经是显示了这边的兽人这边只有一个商店，这是兽人最后的一个建筑，一个商店，但是这三个蜘蛛 DPS 还打不掉这个商店，而兽人这边的话，这剑夏洛方特带着些血瓶下了地狱。更关键一点就是说，亡灵这边现在也很蛋疼，他现在也没有那个钱来复活得起，这就是一个非常所谓这种残局，对吧？残局，剑圣这个时候还有一身的装备，甚至他可以考虑把这个5级的蓝胖子给做了。难道这几个和尚要选择回去把这个建筑给卖了？剑圣这边疾风部是发现了对方的和尚吗？喂，这怎么就留了一个？这三个蜘蛛赶紧要行动起来，把这下面的商店点掉，像你就已经显示了，对不对？那你这个和尚就完全走不掉了，对不对？这场比赛，那现在这边的兽人就这么一个商店了，亡灵有3个蜘蛛，还有几个农民，剑
建成这边进去，对，先把这蓝胖子给做了，这是一个人打到三级永久品，然后这三个蜘蛛的话就不客气，先点这商店啊，就死命点套商店啊，苦工无所谓了，这个时候苦工无所谓了，哎，死了，哎，这不要乱走啊，他可能怕剑圣过来，他可能怕剑圣过来，剑圣现在真的在地图上消失了啊，剑圣来了，我真的是，但是这三个蜘蛛好像还是没办法，这是一个有邪的剑圣，这躲这边，躲这，我还好没有被一围三，只要被一围三，我真的就笑死了，又是一道两百多的跳劈将这个蜘蛛给带走，现在这个蜘蛛好脆啊。哦，我们看到这边的小狗是吃了一条狗，卖了点东西吃了一条狗，这难道是准备干嘛呢？但这边蜘蛛又这蜘蛛又在这各种逃，没处躲，哎呀，这还打醒野怪，然后被野怪往，这野怪只能往你了，同学，哎，这边野怪现在在卡剑圣的位置，你往哪里走呢？又一道跳劈，这怎么玩？他现在在给自己的兄弟争取时间，这边是吃了一条狗在那边伐木。好吧，那将这个蜘蛛是摁倒在了海龟边上，兽人现在就只有一个剑圣，但是他拥有一个剑圣，这是一个无敌般的剑圣，再卖了一根塔，再卖塔，再把这边塔全部卖光了，他不要了，全部不要了，在家里面能不能，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家里面，说实话不管三七二十，你虽然说造闹鬼金矿很急，但是你这根冰塔还是很有必要，因为没有冰塔线的剑圣的话真的很可怜。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苦工是扛着小木头，是选择去了亡灵的家里面啊，这个苦工是要来了，这是一场多么纠结的比赛，非常的纠结。哎，这边我们看到这条狗也是反抗，但是这根冰塔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好，兄弟们都上了，就这么一个剑圣，冰塔好了，赶紧不要跟这个剑圣犟，冰塔减速塔，狗这个时候走，这个时候绕圈子不要追了，同学。现在亡灵这边有两百多块钱，34的木头，这根塔的话好像有点不糟啊。好，这是差了差一下，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巴死这农民，这苦工无所谓的。修，哎，你看，这个时候能感觉出来，这个冰塔对这个剑圣的限制真的很大，绕圈，这根冰塔好像是要完了，这边又变了一个冰塔，再修，哎，这剑圣一刀直接是将这个农民给切死啊。另外一边我们看到这条狗的话是很英勇，跑到了这边这个商店的，好像要扒这边的一个，扒这边的这个玩意儿。哎，剑圣你必须得回来，但是你一旦回来的话，亡灵家里面就可以发展，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这边又出了一条狗，亡灵现在还有100多块钱，出了两条狗。但是这边的血还有407滴血，一下子能扒5滴血到6滴血，这要扒多少下呢？要扒大概保守估计的话要80下到100下之间。好，就这样的啊，又是出了一条狗。这场比赛剑圣赶回来，这条狗这条狗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还不如来继续扒呢，还舒服一点。哎，这边又是出几条狗，那这样的话亡灵是没钱出农民了，他不准备了吗？他就准备要用这两条狗把这个剑圣给撂倒吗？剑圣这边是，其实剑圣这个时候也很无奈，他这个时候他这东西怎么说呢，哎，可以买药膏，可以把大血瓶给卖了，买个药膏嘛，有一条狗，但是现在亡灵也没钱了，这条狗出完的话亡灵也就意味着他没钱了，三条狗这边现在是281血，大血瓶给卖了，然后去买，大血瓶没卖。这个时候这两条狗一定要冷静。这边健身是买药膏买清醒。哎，药膏是扔在地上，疾风步到对方家里面继续去砍。但是我们看到这边两条狗是偷偷的准备着要上了。这真的是一场非常让人蛋疼的比赛，绝对是的。最近真的是看到了各种各样蛋疼的比赛，但是这比赛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个亡灵现在这个时候，哎，这条狗又完了，一刀，哎，但是这另外两条狗，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很纠结，就是亡灵现在家里面也没有了发展的空间，其实他当时可以出个农民啊，出个农民也没什么，两条狗拼了，这个时候剑圣得赶紧回过来，剑圣人在哪里？在这个时候他跑得非常快，
疾风步加这个有鞋跑得真的很快，一条狗走了，它意味着这条狗要牺牲，还有143滴血，同学们，100多，又这两刀就挂了，这狗太不精砍了，绕一圈，能不能相遇？这条狗往那一躲，这个时候我们看剑圣很谨慎，这条狗往哪里躲呢？家里面已经也没有什么空间了，只有13块钱。王林现在这个时候，哎，我天，这狗，在这个地方伐了一个木头，他是往里面准备钻吗？这，我有点虚了。我们把那个视野开到这个情况上，剑圣这边又是买清醒，这个时候清醒就是最好的玩意儿呀。难地图巡逻，他最后一条狗了，王林。一条狗跟一个剑圣的故事，这个比赛名字叫狗跟剑圣的故事，一条狗大战剑圣，110滴血，116滴血，剑圣这个狗在哪里呢？还在这边，哎，看到了吗？我怎么感觉好像看到这条狗了？哦，是我这边能看到，哎，我这边也不应该啊，看不到了，我是把战争迷雾给取消掉了。这条狗在那边干嘛呢？他这个想干嘛呢？这个难道是待会儿剑圣过来的时候，待会儿跑这里面钻，然后你就打不死我？这别这么蛋疼吧！哎，剑圣这边路过，哎，我们看到这边，其实他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应该看不到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剑圣很紧张。那不怎么办？这还有一条狗呢，他记得这边有两条狗的，所以他一直在这边巡逻。但是我们看到这边这个王林非常狡猾，啊，这条狗躲在这个地方，这太淫荡了。过来把这个点给练了，剑这个时候这个剑圣真的是够虎的，闪避护符这东西没用，赶紧卖了。可关键问题是现在这到底什么局面？我把那个加快一点，这个好像这样也叫伐木。剑圣的话继续在地图上转过来一圈，然后回去磕星星，再转，真的是一个躲猫猫。这条狗的话真的太可爱了，我们看到一直在这边伐木头，它就在这边伐木头，什么都不干。我们看到这边剑圣就是满地图在找这条狗，这个真的是很蛋疼的一件事情。剑圣真的很可爱，就一直在那边找。难道这个，哎，这个我们看到，哎，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哎，这狗出来了，它又回去了，它觉得还不够稳，这又打了个擦边球，哎，这狗呢？哪里去了？这个位置太淫荡了，我勒个去啊！这能，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边的树能不能伐开来？就是说。或者说这个比赛我看的我真的想哭了，你知道吗？把速度加快一点，这个比赛现在这条狗都动都不动，剑圣的话就满地都在那边晃悠，真的是把这个剑圣给累死了。这画面看着我都想笑。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苦功真的是有用的，如果这苦功没用的话，那就如果这个时候有个苦功的话还可以建筑，对吧？还至少可以造模仿什么的。好，这个时候我终于提醒到这个肯定要把这个苦功给做了。好吧，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我们看到这边现在这个人在那边说，他们两个在那边聊天聊起来了。哎，我们看到这条狗行动了，这狗行动了，哎，他又回去了，他看到这边的剑圣在对方家里面，所以他就赶紧出来。但是你一旦对吧，脱离这个我的视野，我不出来。哎，剑圣路过，他没有发现，他乌漆嘛黑一片。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蛋疼的事情，剑圣非常谨慎。啊，这条狗依然躲在这里边。两个人很有耐心，
这个倒是狗在耍剑圣呢，应该是狗耍。哎，这边我们看到，这下就有意思了啊！放一个甲那边看着啊，这样的话，这其实这不用啊，这一看你这个在那边掉血的话，我就能判断出来你这个是假的。但是他那边有一个视野在这边的话，你就不敢出来。哎，我们看到这个幻象权杖的东西还真的有点意思啊！哎，狗出来了，出来了他真的出来了。他出来了，我们看到，没想到这里面魔兽里面还有道具叫幻象权杖，看见了吗？来了，就是这个时候，哎，这边怎么还有一个剑圣？102滴血，拼了，95滴血，拼不掉，剑圣跑得很快，狗同学，好吧，这下给我拼了，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46滴血，39滴血，33滴血，26滴血，一刀，19滴血，慢着。哎呀，六滴血啊，同学们，他出来跳逼啊，同学们，这什么情况？100点的跳逼，五滴血，最后一下，真的是最后一下，这下完了，这下真的完了，哎，这。五滴血的一个上电呀！好吧，那这场比赛应该是最后的话，我们看到最后兽人的话还是有险的把这场比赛给拿下来了，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好的，那我们恭喜一下这边的这位兽人，最终还是赢了啊，真的是赢了，应该说是一条狗与剑圣的故事。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小歪。